来吧，来我这里，这才是你真正的归处。局长，您醒了。外邦事务局局长吉约廷请求内部通讯接入，他想跟你谈谈特殊晶体的事，另外带来了一份合作提案。你好，米诺斯的局长，我是外事局局长吉约廷。听说特派给贵局的分析工作还没有进展，我十分担心这会影响到我们接下来的合作，一项非常重要的合作。还记得吗？外邦事务局提交的白沙之海危机合作提案 FAC 一周前批准，并向第九机关递交申请，允许贵局参与行动。正是因为你们到现在什么也分析不出来，所以才会有了新的作战方案。众所周知，我们如今手握唯一能够抵御灾厄的战略资源一方晶，并且凭借强硬的科研实力屡屡突破了沙海行舟与领航技术上的壁垒。于是在外邦事务局多年努力下，李自成在沙海建立起了庞大的贸易网络，手持一方晶与众多城邦谈判，已然成为了全世界的中心，人类复兴的领头者。但就在最近，沙海上出现了一帮沙盗，妄图抢夺我们运输的一方晶资源。三个月前，白沙之海的沙尘暴等灾害突然活跃，趁此机会，以抢夺资源为生的沙盗开始频繁干扰贸易航线，抢劫一方晶。直到一周前 ，FAC 注意到了这些异样，并立即拨派了人手去执行紧急清剿任务。战斗中 ，FAC 目击到沙盗持有一块不明结晶，并从中获得了某种接近禁闭者的神秘力量，才会如此有恃无恐。经过残留能量波形比对，那块不明结晶与多年前 EDG1 在探索灰烬之巢中获得的灰烬结晶同属一种。可分析到现在，你们竟然一无所获。
这一周内 FAC 增派数波支援，因此积累了过多压力，无法调用更多的人力去深入沙海调查沙道与结晶的情况。正因如此，我们才会需要 MBCC 的力量。你们的任务是探查沙道力量的源头，如果真的与禁闭者有关，就立马将其控制。那些卑鄙贪婪的外邦人为了夺取我们的一方晶，什么下作手段都敢用，知不知道他们破坏了多重要的航线，多重要的生意，多少资源和钱？总之，情况就是如此。FAC 可是多次向我们外邦事务局请求共享资料，我才过来给你提供机密线索。这是近三个月沙道的行动记录，好好收下吧。小心点儿，你现在涉足的是迪斯城的命脉，正常情况下你不会有这个资格。别动多余的心思，也别让大家失望，米诺斯的局长。局长，这也许不是个让人愉快的任务，但 FAC 确实已等不及样本实验结果出来了，他们希望您可以立刻出发。这就是夜鹰所说的特大沙暴，灰烬之潮。说是特别热，但也没人来接应啊。外邦事务局那个糟老头想要我们裹着斗篷钻进沙海吗？远道而来的客人，你看上去有些迷茫，需要帮忙吗？沙海的客人就是我的客人，我能给予你前路的指引，也能解答你内心的困惑。忘了自我介绍，我是沙海上的关心者，要我帮你预测一下吗？又或是解读一些连你也读不懂的梦的预告？
看来你已经想好要问些什么了。在你的前方，狂风带来了毁灭，大地不停地颤抖，世界的边界被撼动，深渊也为之摇晃。而你，你因无知而坠落，因恐惧而崩塌，你将被带离你的过往，面对未知的混沌。但无需回头，前方有人为你踏出道路，有人为你阻挡烈风。只要前进，就有可能抵达真实。那是一方精品地场，能削弱灾厄，保护沙航船穿过灰烬之潮。看来 FAC 的接应到了，这是我们的船。咻，帮忙的人来了，而且还开着超级酷炫的豪华游轮。快快上船， MBCC 特战组海浪冒险分队第一次坐船出城大冒险马上出航。去吧，前方有人为你点亮晨星，带你回到真正的归处。